这首国语主唱，所有的国语老歌呢全部集合在一起的，听起来好不好听？好听，好听哈、哦，太棒了。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说呢，他说呢，重男轻，有一句话说呢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在很多的语言当中呢，会把信念藏在心里，但是呢，这句话呢，常常都会有一句千言万语的构想告诉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有来手语唱，边比手语边唱歌，带领大家这首好听的老歌《千言万语》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大家，感恩。